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，讲五伦啊，父子关系、夫妇关系啊、兄弟关系、君臣关系、朋友关系，这叫关系呀、啊。啊，可是佛家讲到这个伦理的时候，那讲到究竟圆满。为什么？整个虚空法界跟自己是一体，不是一家了，是一体呀、啊。啊，一个生命共同体，所以他那个爱是没有范围的，没有条件的，无缘大慈。这个缘就是现在讲条件，没有条件的，同体大悲也。啊，对于众生的怜悯是同体。啊，我身上哪个部位有痛痒了，我都很关心去照顾他，同体。这大乘佛法看。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同体，大乘佛法是圆满的智慧啊！智慧从哪来的？是你自性里头本来有的啊，那就是觉性。你看，觉性不动，觉性是智慧，是你本有的。觉性是什么？见闻觉知，不生不灭。啊，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，他的报告很简单，20个字。啊，确确实实本自清净。啊，你的心有没有染污？没有。纵然造作恶业，堕到阿鼻地狱也没染污。他染污，他就不叫真心的，那他就是虚妄的了。所以染污是什么？染污是阿赖耶染污。啊，刚才讲的是业相。境界相转向那个会被染污，自信不会染污啊，自信才是真正的自己啊。大乘佛教常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，可是迷了就变成阿赖耶啊，觉悟了阿赖耶没有了，见闻觉知现前了，见闻觉知变法界虚空界，整个虚空法界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！这是佛家讲的伦理了，伦理讲关系啊！啊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，讲五伦啊，父子关系、夫妇关系啊、兄弟关系、君臣关系、朋友关系。这叫关系呀、啊！啊，可是佛家讲到这个伦理的时候，那讲到究竟圆满。为什么？整个虚空法界跟自己是一体啊，不是一家了，是一体呀、啊！啊，一个生命共同体，所以他那个爱是没有范围的，没有条件的，无缘大慈。这个缘就是现在讲条件，没有条件的啊，同体大悲也啊，对于众生的怜悯是同体的啊，我身上哪个部位有痛痒了，我都很关心去照顾他，同体啊。这大乘佛法看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同体，这个太难了。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契入境界呢？我们因为有我啊，有我跟别人就划成界限了啊，不知道呢，自他不二啊，自他是一啊，不知道这个道理啊。所以佛法头一步就是破身见，不再执着这个身生活了。这身是什么呢？身有生灭，我没有生灭啊，我是觉性的，觉性没有生灭啊，就是见闻觉知这个觉性。释迦牟尼佛在楞严会上跟波斯匿王谈这个问题啊，波斯匿王有忧虑，年岁老了，
那个时候62岁，啊，他跟释迦牟尼佛同年，啊，慢慢老就要病死啊，所以对这个有忧虑啊。释迦牟尼佛就问他，啊，去教他，啊，称他代王，啊，他是国王吗？啊，就问他，你几岁的时候看到恒河的水？他说我3岁，母亲带他的时候去，啊，那也是一个神庙啊，到了个神庙里面去参拜的时候，从恒河边上经过，知道那是恒河水，啊，你看见了。他说你10岁的时候，啊，这个13岁的时候，10年以后，你觉得你的身体是比你3岁的时候是不是老了很多，老化了？是的。啊，23岁的时候，那比13岁的时候又老了10年了，啊，今年62岁了，啊，身体不断在变化了。他问他，你见恒河水那个见有没有变化？啊，3岁见的恒河水，我见到了，13岁我也见到了。23岁我也见到了，到62岁你也见到，你这个剑有没有变化？这剑没有变化。佛就说了，没有变化是不生不灭，会变化的是你这个假身，你的假身有生死，那个不生不灭的人他没有生死。波斯女王从这里觉悟出来了，她很开心了，哎呀，原来生死了，我的灵性并没有真死。啊，身是什么呢？身不是我，身是我所有的，是工具。啊，就像衣服一样，我的衣服，啊，这是我所用的身体，啊，用了几十年不太好使用了，换一个。啊，换一个身体。啊，可是这个里头有迷雾，啊，迷了的时候叫灵魂。悟的时候叫灵性，啊，迷的时候灵魂活动的范围是六道，处理不了六道轮回，啊，六道的状况很早就被人发现了，啊，这个应该是10000多年，啊，被一些印度古老的宗教跟他们的学派，啊，他们的历史比我们长得多了，啊，我跟他们有交往，啊，这些印度的长老告诉我们，他们的宗教相传有10000多年，我们能够相信。印度人不重视历史，啊，不像中国人，啊，一代一代沉传，但是现在全世界承认他们8500年，也就是说比佛教早5000年。实际上不止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学过他们的东西，啊，他们修学里面最特色的就是四禅八定，啊，佛经上讲的四禅八定是婆罗门教的，啊，这个定要修成功了，定中能够把空间维次突破，啊，也就是说你入了这个定，在定中啊，你能看到28层天。你往上看，你往下看，能看到地狱。啊，只要你修这个定，你都能够见到。啊，所以这个定的时候，前身层次大别有4种。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啊，那八定呢？那到最高的层次，啊，那讲的5色界天了。啊，4禅是见到色界天，啊，到第8定的时候，你就见到5色界天了，啊，28层天通通见到了。
啊，阿罗汉还不止，阿罗汉修九次地定突破了，啊，突破了六道轮回，啊，到另一个世界去了。啊，你真修，你真见到啊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佛说这并不是究竟的，啊，究竟还要往上提升。啊，你看阿赖耶，阿赖耶阿罗汉见不到，菩萨也没见到，啊，十法界里面的佛还是没见到，啊，必须要放下起心动念。啊，那个心就真的定了，那定说那就真心，真心本来不动。啊，你看这个，慧能大师讲的，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他从来没动过。那个不动的是真心，会动的是妄心。啊，那妄心念头嘛，起心动念嘛。啊，念有静有染。啊，进就出了六道轮回了，然出不了六道轮回。然里面呢有善有恶。啊，善念呢感的是三善道，恶念感念是三恶道。啊，然里面有善恶，进里头没有善恶。啊，那四圣法界啊还不是真的。啊，真的什么呢？然进善恶通通没有。那就是真的。那遇到张家大师不跟你讲话了，那他瞪着眼睛看你，啊，你几时能把那个浮躁的，这个心态呀，扶住了，他才会跟你讲。啊，从这一点我们能够体会到古人的教学。啊，所以古时候小孩从小就培养他稳重啊，啊，一举一动啊，都像个小大人一样啊，啊，他能接受，啊，像西方这些小孩子那没法子接受，啊，接受一些科学技术可以，那接受像中国这种的学问的话，他没有能力。佛法里面讲，整个宇宙是一个有机体，啊，它不是死的，它是活的。啊，怎么样证明呢？用禅定的方法证明。所以它不像科学，科学用些机械，啊，机械有的时候还有错误误差，这个禅定没有误差。啊，从甚深禅定里面一层一层把这个障碍突破，你就见到了。啊，世俗人还有一种方法，那是很有限，只能证明，哎，这个事情有可能，啊，这个事情不是假的，那就是西方啊，这半个世纪以来很流行的催眠术。啊，你在深度催眠的时候，你能回到过去时，啊，甚至于回到过去好几时，啊，我看美国卫斯波斯他那个报告里面。曾经有一个受催眠的说回去好像是几十世，不止几十世，差不多是七八十世的样子，啊，四千多年以前，那个时候的环境还住在洞穴里头，人还不知道住房子，啊，住在洞穴里头，他能把那个时候生活状况说出来，啊，这绝对不是造谣言了。啊，所以从催眠能够证实，啊，禅定真实啊，啊，人真的能回到过去，也真的能见到未来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时空是假的，啊，大乘佛法里面告诉我们，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就没有前后，没有空间就没有距离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十万亿佛国度。啊，如果空间一突破的时候，极乐世界怎么样？极乐世界就是世界。
啊，时空不是真的，科学家已经承认了，但是用什么方法突破他不知道。啊，空间维次从哪里来的我们都知道，这佛经上讲的很清楚，从哪来？从妄想执着上来的。你没有妄想执着，这个空间维次就没有了。啊，那么这个都必须要修定，啊，要修清净心，啊，要修平等心，啊，清净能够突破六道，平等能够突破十法界，觉心能够突破整个宇宙，这三个层次要做功夫啊！功夫怎么做？放下了，你不放下不行啊！啊，真的要放得下了。啊，所以我很感谢我的老师。啊，我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，叫张杰老师，我向他请教，我说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，我知道这是真的大学问，有什么方法能契入境界？啊，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。啊，问题提出来，他老人家不回答我，他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。我们就在他那个小会客室里头看了半个钟点，啊，半个钟点的时候我在等啊，哎，等到他说了一个字有，那有我们的精神就起来了，注意听了，他又不说了，啊，这又等了六七分钟，他在讲，看得破，放得下，啊。我到十几年之后才想到，那个时候他为什么看到我半个小时不说话。我年轻呢，心浮气躁啊，一定要你整个情绪定下来啊，妄念没有了，这个时候告诉你有受用，你才真听进去啊。说了个有，我们身体一整座又动了，它又不行了，还是要沉下来。所以我现在看到许多学校，印象最深的，我在伦敦，你看访问剑桥啊，伦敦大学，我看些学生算是不错的了，啊，比起一般学校还好，可是还是，啊。跟我年轻时候差不多啊，那遇到张家大师不跟你讲话了啊，他瞪着眼睛看你啊，你几时能把那个浮躁的啊这个心态啊扶住了，他才会跟你讲啊。从这一点我们能够体会到古人的教学啊，所以古时候小孩从小就培养他稳重啊，啊，一举一动啊，都像个小大人一样啊，啊，他能接受，啊，像西方这些小孩子那没法子接受，啊，接受一些科学技术可以，那接受像中国这种的学问的话，他没有能力。啊，所以学东西要清净心啊，清净心、平等心，真正学古圣先贤的基础啊。没有这个基础，我们只听到一些皮毛常识，没有办法契入境界啊。底下一段呢，还是圆觉经上说的：“幻灭灭故，非幻不灭。”这个幻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！你不能说它没有相啊！我们现在所有这些现象都现前，你怎么可以说没有相啊？虽然现象现前，你不能说它有啊？为什么不能说它有呢？这像是幻象啊，真的就像幻灯片现的像啊，我们看电影
现在电影是数码的，不太容易看见了啊。从前这个电影是胶卷的啊，我这里还有一些胶卷啊，这个是电影片。这幻灯呢啊，这电影片呢啊，你看它每一张幻灯片是一个境界像啊，是一个幻象。放映机镜头打开，这一张这个幻灯片就照在这个荧幕上了。镜头关起来啊，再换第二张啊，再换第二张，第一张没有了，换第二张啊啊，二张再换第三张，它换的速度快啊，一秒钟啊换24张就把我们欺骗了。我们在看电影上就好像被他迷住了，好像是真的了，其实它的速度是24分之1秒。啊，那我们现前，我们这个宇宙现象啊，就跟荧幕上现象一样，速度多快呢？佛问弥勒菩萨，其实他们两个一问一答是给我们听的，他们在唱双簧啊，来让我们听到去觉悟啊。佛问他，问弥勒菩萨说，他是心有所念，这就是一般人啊，像我们心里头起个念头啊，起个念头，就这一个念头里头啊，有几个细念啊，有几个念，那就是极其微细的念头啊，好像我们在一秒钟当中看看这个荧幕上的画面，电影荧幕画面，看一秒钟啊，24个念头，但开灭24个念头吗？啊，一念呢，我们算一秒钟吧，啊，那弥勒菩萨讲的是，他是一弹指，一弹指不到一秒钟啊，我们弹得快的话，一秒钟啊，我可以弹4次，弹得更快，他可能弹5次。他说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，八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啊，这一弹指多少念头了？32亿乘10万，320兆。我们怎么能知道它是假的啊？如果一秒钟我们弹5次的话，那一秒钟多少个细念呢？1600兆啊！电影荧幕上一秒钟才24次啊，24个是这念头，生灭念头啊。那我们现实环境说，一秒钟有1600兆。谁能看见？佛在经上是八地菩萨，八地菩萨他那个心那种定功啊，这样微细的念头啊，一秒钟1600兆，他能看出来，他能看到啊。八地以上那是九地菩萨、十地啊、等觉菩萨、妙觉，这5个位次的人，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啊，这就是把宇宙啊缘起的那个根源看到了啊啊！头一天见面的第一句话的时候，他就叫我，真不容易啊，把佛法的秘密告诉我了，我们才晓得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这个看破放下，放下看破啊，什么时候你统统放尽了，你放下也没有了，也放下了，你恭喜你，你就成佛了啊，你就回归常寂光了。佛这样告诉我们，我们才晓得哦，世界这个世界都是念头在造成的。
啊，极其微细的念头，集聚起来才成就的，啊，所以相不是真的，是幻象。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，啊，现在看电视是用数码，比那个电影的速度啊就更快了，啊，所以你看得更逼真，啊，你晓得整个宇宙现象就跟这个很相似。啊，你不能说它是假的，你也不能说它是真的。啊，你要说它是真的，它念念不存在。啊，前念不是后念，所以这种相呢，我们在讲经时候常常用说相似相续相，它前面的相跟后面相它绝对不一样，但是很接近，很相似，不完全相同。啊，张张都不一样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！啊，控制完全在意念，你念头越清净，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它的变化就是一张一张的这个幻灯片的变化了，变化的幅度很小。啊，如果你心里很浮躁的时候，那个烦恼习气很重啊，它这个变化就很大，啊，很大。比如说我们人呢衰老的就快啊，很慢呢，那我们衰老的不就很慢，那道理就在此地，那都有道理的。所以佛法你也了解之后，回头看中国中医真了不起，这有道理啊，这佛经里面讲透彻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可以控制我们啊，让我们怎样不会生病，啊，完全从心态上控制，啊，心量要大，啊，一定要有慈悲心，啊，决定不能有怨恨。你看，怨恨、恼、怒、烦，那都是得病的缘呐，啊，因是贪嗔痴慢疑，贪嗔痴慢疑是病因，啊。怨恨恼怒烦是病源，因缘一激活，我们的细胞就产生病毒了，就变成病毒了。那你懂得这个道理呢？啊，哪个地方有病了，你就把心地放清净，啊，你去想正面的。啊，我们学这个经呢，学大乘呢，我是提了这个菩提心的十个字。你想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像这个，那个病毒的细胞啊，就会恢复正常。啊，它是服从你的意念。啊，别人啊，要是说什么给你做好事、诵经回向啊，也有一点好处，不多不大。自己念头一转，那个力量才大了。啊，别人加持你不是没有用，有用的，啊，也有一点用，啊，没效果，没那么直接，啊，念头这样一转，回心向善，那就转得很快。啊，我们懂这个道理啊，叫幻灭灭故，非幻不灭，非幻呢是觉心，所以它是正常的，啊，只要把虚妄东西去掉了。正常就恢复了，啊，本来是正常的，本来是健康的，啊，像李老师告诉我，人的寿命本来是可以能够活二三百岁的，啊，活二三百岁是一点都不稀奇的，啊，最重要的，你的心态要正常，啊，你不要有杂念，不要有烦恼，啊，别人你要在这个社会里面。啊，所谓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啊，你说都是有原因的嘛？啊，这个人回报我，啊，我就受了，不要放在心上，感谢他。啊，为什么感谢他呢？等于说他来考验我的功夫啊，啊，看看我能不能忍呢？我能忍通过了，我这一关通过了，啊，不放在心上，感谢他。啊，他伤害我，啊。羞辱我，
这都是在考验，这是负面的考验，还有正面的。啊，正面带给你欢乐，啊，如果你在正面的，啊，就顺境，善缘，啊，在这个状况之下，一切都是很顺利的时候，你要起贪念生欢喜心也错了。为什么？弃情无欲是烦恼啊！啊，顺境里面呢没有贪念，逆境里头没有怨恨，永远保持心底的清净平等，这才叫幻灭灭尽。啊，了解真相是看破，啊，了解真相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”。啊，什么叫有为法？有叫有生有灭。你看哪一法没生灭？啊，动物有生老病死，植物有生住一灭，啊，矿物、山河大地有成住坏空。没有一样不是有生灭的啊！即使有生灭的，你就晓得这个现象从哪来，就是刹那的现象集聚的啊！就是弥勒菩萨讲一弹指32亿百千念，就那么起来的啊！念念都不可得，所以这一切境界相。你可以享受啊，可以享受，你不能执着，你不能占有，你占有不到，连身体都不能占有。身体我要能占有，我年年18多好啊，我永远不老了，我就占有了。你占有不了，它刹那刹那在变化啊，所有现象都是幻化的啊，包括啊，佛经上讲的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啊，十报庄严土它的变化非常缓慢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念这个极乐世界描绘极乐世界状况的时候，极乐世界人长生不老啊，不病啊，没生病的也不会衰老，极乐世界的花永远不谢，什么原因？因为那个地方的居民心里面的时候没有分别之处。他为什么还有现象呢？因为他有起心动念。啊，没有分别之处的时候，他的变化就变得非常非常缓慢。啊，时间再长他永远年轻，就这个道理。我们要懂得了，我们把烦恼习气统统放下，我们在这个世间那个衰老的速度啊就减缓了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啊，我一学佛我感激老师，他就把这个传授给我了啊，教我看破放下啊，头一天见面的第一句话的时候他就叫我，真不容易啊，把佛法的秘密告诉我了，我们才晓得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这个看破放下，放下看破啊，什么时候你通通放尽了，你放下也没有了，也放下了，恭喜你，你就成佛了啊，你就回归常寂光了啊，习气没断，那就是十宝庄严土啊，就是刚才给你说的啊，那个土里头永恒不灭的啊，花永远是新鲜的啊，它不会凋谢的啊，人永远是年轻的，没衰老的啊，它真有道理在，这些道理我们都可以用，用的时候它真有效。
啊，老师他修行真有功夫啊，那不是假的啊。我的这个老师给诸位说，是四大喇嘛之一。这四个人，两个在西藏，达赖班禅；两个在蒙古，啊，张家是内蒙的，哲布真丹巴是外蒙的。他们这四个人都是宗喀巴大师的学生，啊，宗喀巴四大弟子，啊，住在这个四方教化众生。啊，我很幸运的是遇到一个。啊，我们年轻呢，啊，对佛法是没接触过了，啊，所以我曾经很冒昧地向他请教，啊，我们称他佛爷了，啊，我说佛爷，听说你们这个转世啊，啊，活佛转世，这真的是假的？我们问他这个问题。我这个老师真好啊，他对我们都讲真话，一点不欺骗。他告诉我，前三世可能是真的，以后就不是了。他是第十六世了啊，以后就不是真的了啊。他但是这个灵童被找出来啊，被选定出来之后，他受到最好的教育啊，是当代最有德行最有学问的老师来教他，这是一般人遇不到的。他要真正肯学的时候，他的造诣都相当深，这是难得啊，就跟从前的皇子一样啊，啊，那他受的教育是别人受不到的啊。你说从前帝王时代家天下啊，帝王登基，也就是就职典礼啊，第一桩大事就立太子，就是培养下一代。太子立了之后，那是国家是最优秀的啊，德行学问这样的人啊，请几个做太子的老师啊。那太子真正认真的学习，下面一个朝代好啊。啊，这些文武百官的子弟做陪读，那就是底下一个小朝廷就培养起来了，真用心呐！啊，这个前一代对后一代真负责任呐！啊，所以中国跟外国不一样啊，外国那些真叫专制啊，中国不是啊。你仔细去对读中国的历史啊，中国历代帝王很负责任，他不负责任就被人推翻了啊。所以每一个朝代末代的皇帝，那什么呢？不遵守祖宗教诲啊，把家规全破坏了，那就有人取而代之了啊。如果他真正遵照啊，他祖宗所传下的这个家法了，能够依教奉行的话，他世世代代传下去。所以什么样境界现前，你都能保持清净心，都不染污，这叫真修行呐！啊，所以诸位要知道，修行不是天天在念经的，天天敲着木鱼念佛，不是那样的 啊，那也是一种方法，但是真正功夫就是你的觉心，你时时刻刻穿衣吃饭，这穿衣觉得这个衣服不好看了，你看你又起心动念了，你又分别执着了啊！所以穿衣也是在修行啊。吃饭的时候，这个菜好吃一点，多吃几口，你看你贪心起来了啊。那个你不好看的，就是说不好吃的，不愿意吃的，你就拒绝的时候，你看你的烦恼习气全现行了啊。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啊，顺境逆境，你要把所有人都看成菩萨了，他是帮助我提升的呀，好事啊，好人呐！啊，这个骗你的人、坑你的人都是好人，那没有他的时候，你的功夫怎么知道现前呢？
譬如魔镜、狗镜的明显，魔镜，诸位要知道，这是古人的著作，啊，黄老也是用古人的，啊，古时候啊，这个镜子是铜做的，啊，要常常磨，磨得很亮，就能照见面孔，跟现在不一样。现在比从前进步太多了啊，所以说魔镜现在人都不懂，你要拿古时候的镜子，现在人家懂的是，但是魔镜啊，看看故宫博物院呢，那里头摆的你就晓得了，你就说那个镜子要常常磨啊，磨干净了，上面脏的东西没有，那镜子就放光了啊，它就起作用了。那我们修行也是如此，把我们的妄想分别烦恼习气要把它磨掉啊，怎么磨法呢？在日常生活当中，那这就是磨啊，天天在磨啊啊，这个好人赞叹你，那也是磨啊，你要是生欢喜心就肮脏了，就被染污了啊，遇到逆境你心里不高兴又被染污了啊，所以什么样境界现前你都能保持清净心，都不染污，这叫真修行呐！啊，所以诸位要知道，修行不是天天在念经呢，天天敲着木鱼念佛，不是那样的。啊，那也是一种方法，但是真正功夫就是你的觉性，你时时刻刻穿衣吃饭，这穿衣觉得这个衣服不好看了，你看你又起心动念了，你又分别执着了。啊，所以穿衣也是在修行啊。吃饭的时候这个菜好吃一点多吃几口，你看你贪心起来了啊，那个你不好看的就说不好吃的不愿意吃的，你就拒绝的时候，你看你的烦恼习气全现形了啊，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啊，顺境逆境，你要把所有人都看得说菩萨了，他是帮助我提升的啊，好事啊，好人呐、啊！啊，这个骗你的人、坑你的人都是好人，那没有他的时候，你的功夫怎么知道现前呢？啊，所以常生欢喜心啊，看什么人都是菩萨，看什么人都是恩人，啊，知恩报恩，怎么报法？报恩就是改过。啊，修善啊，一定把自己的清净心保持住，平等心保持住，那能够保持觉心那就更好了，那就很圆满了，这叫真报恩啊，真成就了吗？真提升了吗？这底下是夏老的话啊，这个是黄老的话啊，经中所云幻灭后之觉心，这个幻就是物质精神啊，物质诸位知道啊，在佛法称为色法，就物质啊，精神呢是心法，精神什么受想行识啊，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感受啊，苦乐忧喜舍的感受，这不正常的啊，正常的是正常没有苦乐忧喜舍，你心是平的，心是清净的，永远清净平等，他就不生烦恼。烦恼是什么？苦乐忧喜舍嘛，生这个这烦恼。不生烦恼，他生智慧。那怎么会一样呢？啊，生烦恼就不生智慧，生智慧他不生烦恼啊。啊，所以它起了个作用，作用是圆满的。啊，那么我们说实在话，我学了这么多年了，啊，我有没有得清净心呢？没有啊，清净平等就都没有得到啊。可是比一般人来讲呢，我这个得到的时候少分，啊，比一般人的心清净，啊，为什么？我天天在干。我警觉性很高啊，所以天天欢喜啊，尤其是答问
啊，我们在学习过程，同学提出的问题，啊，在访问的时候，啊，有很多问题都是你意想不到的呀，啊，提出来立刻就能解答，智慧呀，啊，什么有什么这个能力从哪呢？我的心比他清净，我就能答复他。啊，我的心没有他清净，我就答复不了他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所以什么叫功夫？清净心是功夫。我提出来，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，这就真功夫啊。啊，不能不用功啊，好处太多了。啊，特别是近代，啊，尤其是现前，啊，许多难题，啊，社会的混乱，灾难的频繁，我遇到很多宗教领袖问我，啊，也有很多，啊，各界的这些领导人，啊，提出这些问题来问我。我还都能解答，啊，所以诸位真的是明白之后，我说过好几次了，啊，我们中国这个社会局面要恢复到安定和谐，只要一年就做到了，整个世界的问题解决啊，恢复到安定和平，3年可以做到。就是英国汤恩比所说的话：“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学，不是假话了，真的。”啊，我们自己要有信心的。从谁做起？从我自己做起，别指望别人。指望别人你会生烦恼，指望自己生智慧，那不一样啊，自己学好了就会影响别人啊，这就是佛法里面讲自度度他了，自己度自己还没有度了了，你决定不能度他啊。觉悟的人越来越多了，语言慢慢就成熟了，真妄啊，永远分不开呀。我常常用我们的电视来做比喻，这个大家好懂，因为你天天要看的。我把电视的屏幕比喻做真心，频道里面的画面比喻做的是妄想，那幻想。那为什么？佛家讲真妄，真是永恒不变。就是真的，只要会变化的都不是真的啊！所以你看频道里面的画面，它刹那刹那都在动，才不是真的。可是屏幕永远不动啊！屏幕是我们的自信啊，画面是从自信里面现出的幻象啊。我们的宇宙，佛经上讲十法界一真庄严幻象，那是频道性的相，妄在哪里呢？妄没有离开真，真是屏幕，它离开屏幕，它就不能显现。真在哪里？真在妄中，妄在真里。真不是妄，妄不是真，可是真妄是一体，你没办法把它分开。所以那个会看电视，我常说，你真会看，会开悟啊！啊，真会看的，这个电视屏幕就是大放光华严经啊。就是无量寿经啊，那你真会看呢？啊，不会看呢？迷在这画面上，啊，画面笑你跟着笑，画面哭你跟着哭，你的心啊，完全被境界所转了，那就错了。
啊，你要在这个画面上看出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妄，通通看明白之后，我们现前社会跟这个没有两样，你就都明白了，都觉悟了啊，然后你就知道如何处理，处理的时候，处理完了之后要清净心现前，不要在处理当中生烦恼啊，生烦恼就会有误差啊，生智慧那就会处理得非常圆满，真搞清楚了你就不会怕死了，为什么呢？没有生死啊，些幻象呢，这个生刹那生灭了，灵性不灭啊，就是呢屏幕不灭，屏幕才是真正的自己啊，啊那个幻象就好像做梦一样啊，那梦幻泡影呢，那不是真的。魔镜呢是魔狗，魔镜的修行呢啊，魔镜镜还需要魔吗？是镜面上沾的肮脏的东西染污，是把那些东西磨掉啊。所以魔镜就是譬如说我们现在讲修行啊，狗呢要放下啊，放下就是啊，所以要学着放下啊，不要放在心上，做事情认真负责，做完之后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啊，这就是真修行啊，也不是说你不做事情不负责任那是不可以的，那是错误的啊，那你把这个圣人教诲呀、啊、就曲解了啊，误解了。净性本明，非从外得了。这是古时用铜镜啊，这个比喻是懂得铜镜的、这个例子就很明显啊。铜镜的性质，它本来是明的啊，本来它有照的这个作用啊，所以它不是从外得的啊，只要把镜面上这个脏东西磨掉啊，除掉了，它的光明就现前了。这个比喻说力旺即真呐、啊真旺啊永远分不开呀、啊我常常用我们的电视来做比喻，这个大家好懂，因为你天天要看。我把电视的屏幕比喻作真心，频道里面的画面比喻作的是妄想，那幻想啊，为什么佛家讲真妄，真是永恒不变，就是真的，只要会变化的都不是真的啊，所以你看频道里面的画面，它刹那刹那都在动，它不是真的，可是屏幕永远不动啊，屏幕是我们的自信啊，画面是从自信里面现出的幻象啊，我们的宇宙佛经上讲设法界一真庄严幻象，那是频道性的相啊，妄在哪里呢？妄没有离开真啊，真是屏幕，它离开屏幕它就不能显现了。真在哪里？真在妄中，妄在真里。哎，真不是妄，妄不是真，可是真妄是一体，你没办法把它分开。啊，所以那个会看电视，我常说你真会看，会开悟啊。啊，真会看呢。这个电视屏幕就是大放光华严经啊，就是无量寿经啊，那你真会看呢、啊、那不会看呢，迷在这个画面上啊，画面笑你跟着笑，画面哭你跟着哭，你的心啊完全被境界所转了，那就错了啊，你要在这个画面上看出
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妄。啊，通通看明白之后，我们现前社会跟这个没有两样，你就都明白了，都觉悟了，啊，然后你就知道如何处理。啊，处理的时候，处理完了之后，要清净心现前，不要在处理当中生烦恼。啊，生烦恼就会有误差，啊，生智慧那就会处理得非常圆满。啊，真搞清楚了，你就不会怕死了。为什么呢？没有生死。啊，是幻象呢，这个生。刹那生灭了，灵性不灭啊，就是呢，屏幕不灭，屏幕才是真正的自己啊！啊，那个幻象就好像做梦一样啊，那梦幻泡影呢，那不是真的 啊，自信才是真的，永恒不灭的啊！再把它搞清楚，所以利妄即真，这个利妄不是真的叫你设计。你明白了啊，你心里头不执着了，不分别了，不起心不动念了，就真妄就是真啊，真妄永远没离开啊，只要利妄想分别执着啊，在佛法里面啊，利妄想这人成佛了啊，利分别妄想没离，利分别菩萨啊，妄想分别没有离，离执着，离执着是阿罗汉啊，这叫真修行。下面这一段一个总结，古云：不用求真，唯虚希望啊，为什么不用求真呢？真就在面前，真永远不变。你求真错了，为什么呢？你起心动念了啊，你分别执着了，那真相你就看不到了啊。所以真不要去求啊，真性里面有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能。圆满的向好，什么都不缺啊，整个宇宙是你真心变现出来的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不离自性啊，所以只要习见，这个见是什么呢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，他用一个见字用得好，为什么？从这里开端啊，见就是见惑啊，我们看错了啊，头一个看错了，就是把身体当作我，这头一个看错了啊。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说：“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”这就是习见啊。那有没有？我人众生说的有啊，都在面前呢、啊。哎，怎么个习法呢？不执着就行了。啊，不要把这些东西看作是真有。啊，知道它是有，它有它是幻有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刹那生灭。他不住啊，他不住就是停了、啊、他没有，他不会停止啊，啊，刹那刹那他不会停啊。为什么就不会停呢？你的念头生灭没有停，如果念头生灭一停，那就好了，不但设法界没有了，你设报图也没有了，那一停什么境界出现了？常寂光出现了，
那叫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那这很不容易做到的啊。所以我们努力啊，从最基础的地方做起啊，不要执着生生活，你对于生死这一关就看破了啊，你不会贪生，你不会怕死啊，活在这个世间随缘，你看他多自在，没有执着了啊，你明白了啊，明白这个身舍掉之后，你再去得个身，比这个身肯定要好啊。为什么？你不迷惑吗啊，像穿衣服，我这件衣服穿脏了，脱下来换一件，肯定换一件比这个更干净的，更新的啊，更喜欢的，不就这个道理吗？啊，没有一丝毫悲伤啊，清清楚楚啊，迷惑颠倒那个就麻烦大了。迷惑颠倒走的时候，他会随着业力变，自己走不了主。啊，业力是善业，你到三善道；恶业，你到三恶道。你自己走不了主。清楚地说自己做主啊，所以人走可不能迷惑颠倒啊，一定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，他绝对不会堕落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。